这位就是李大师推荐的叶大师。有没有搞错？明明就是个保安嘛。杨云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哟，韩勇，怎么成这副样子了？张爷回来给我怎么样？饶不了他。江北现在不安全。哟，你这个废物怎么想起来回家来了？回来捉奸吗？废物，看什么看？今天没得手，这姓叶的回来太快了。好的，先生，那这个解药什么时候能给我？喂，喂，喂，先生，你这个废物，为什么不和天涯离婚，害你天涯被人家所有人针对？这种日子我真是受够了。妈，我会帮助林氏集团渡过难关的。还有，你为什么把谭勇打成那样子？老板，这明明不是我刚看那个呀，你用假货忽悠我。你可把正正经经说假话，你得仔细看看，就是这个。明明是你给了我假货呀。你要到底要不要？哎，珊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清雅，你快帮帮我，我想给你奶奶买个贺寿的礼物，结果这老板给我把货换了，他死不承认呀。清雅，付一下。这位小哥，能不能把你手上的碗让我看？嗨，这就一仿品，有什么好看的？
你别乱说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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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新闻上火头有两幅，一幅失传了，这幅就是失传的那幅，就是真的。谭少爷，你不行啊，这么久都没搞定林青雅。我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办，林青雅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假的。你假的，放肆！叶浩洋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有话好好说，你撕谎干什么？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你不是想要证据吗？证据就在。金港的冥王殿造假，我一看就知道。你们之前说好了，鉴定出来了，